句话好不好？跟他们讲几句话，对，想跟你们说，真的是几句话？没有啊，就非常非常开心看到你们来，那有看到一些还蛮久没有出现的朋友们，对，都还记得你们啊，所以不要担心，对，对呀。那今天天气好好，听说台北下雨，所以，对啊，真的，对，所以你们来这边就对了啦，来就对了啦，谢谢你们。